文情侣阿本和尼亚伦过去时常被周刊拍到一起出游，被讲关系匪浅，甚至在研报出感情纠纷时，还传出阿本因为对方桃花太旺而受伤心思，决定退回朋友关系。尼亚伦就曾在节目上大方回应过，两人曾经很好很好，但现在就真的只是朋友。然而今年阿本无预警晒出和尼亚伦一行人一起帮研爸庆生的照片，还在自己40岁生日po出和尼亚伦跟鬼鬼的合照，谢谢好友近20年的陪伴，让一票粉丝超级感动。没想到10日、wow. 阿本又再度晒出和严的单独合照，透露自己转战幕后到数字王国工作已经7年了。这一切的起点都要感谢尼亚伦，鼓励我勇敢走这一条路，让我踏上这趟奇幻的旅程。只可惜这7年时间都没能与对方合作，直到这次公司承办邓丽君在线云林音乐会，尼亚伦上台演唱时，阿本的名字在荧幕上显示，才让两人另类同台，让他感性表示，这一次对我个人来说真的别具意义，觉得心中满满感谢，坐在台下看到每一个画面都觉得很感动。今年的中秋可以说是非常圆满。随后炎亚伦也在留言处写下，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阿本则是回应，但我们有彼此，完美印证了两人的感情是真的不同凡响啊。